云端上面的那一段哦，把它复制，Ctrl+C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来怎么样？Ctrl+V 贴上，哦，贴上一下。贴的话要贴到对的位置，比如贴到这个下面好了，把它 Ctrl+V 贴上。好，啊，理论上应该我印象中了哦，好像不太需要做什么调整就可以 work 了。我们来试一下哈。不过我建议，如果你要执行的话哦，还是建议你按 F8 逐行跑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敢保证说程式一次就到位了。OK 啊，所以哈，如果你怕程式有错的话，你可以配合 F8 哦，它会细节慢慢告诉你。所以这一行是做什么？帮我新增一个工作表到最后，所以按一个 F8，哎，新增一个最后，对吗？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就帮我产生那个一个这个哈，一个叫做 Private Cache 啦，Cache 就刚刚讲的啦，就是刚看到那个东西哈，然后呢按 F8，不过这一行刚刚同学有出错，因为他好像贴我的程式，贴完之后的话好像出现一些错误，我们看一下到底哪边有错哦。哎，各位有没有看出来出错了？错误的地方在哪里？哎，A1、A2，OK，哎，理论上应该是什么男女才对啊？怎么奇怪变这样？哦，啊，那其实到底应该看得出来吧？错在哪里？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啊，发挥各位那个柯南的那个哈，其实有时候啊，应该哪个地方出错呢？看不看得出来呢？Source data 有没有？Source data 指的是来源资料。那我现在指哪一个呢？其实特别重要，双引号里面哈，指的就是哪一个工作表。惊叹号，哎，这个，哎，有没有发现？它里面就是 A1、A2。那我现在已经把它复制一个，叫问卷调查刮胡二，OK 啊，所以哈，你其实只要怎么样？把这个地方改一下，不过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，因为如果你程式假设啊，理论上看起来啊刮胡二哈，不过有些东西哈，看起来跟实际上好像会有点不太一样。你如果加这样的话，会不会过呢？我印象中好像会出错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有空白。OK，哦，有空白跟没空白哦，看起来好像一样哦。可是我们来试一下，我记得好像这个地方哦。F8 哦，新增没错，过，哎，卡住了，而且他会跟你讲说无法开启那个资料来源，他看不懂这个东西在哪里，啊，有没有？啊，实际上啊，问题就出在哪？问题就出在空白。我印象中是这样。那所以如果你要修正的话啊，我建议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这边把它点两下，Ctrl+C，好，然后呢，到这边的话呢，你把它 Ctrl+V。到双引号前面，哎，这样的话哈，基本上保证不会错。所以有的时候程式一直卡住哦，大部分都是什么呢？只是差那么一个空白。好，OK 哈，看起来好像都没错啊。哦，啊，其实就是这种地方，所以宁可我干脆用贴的算了，贴的话保证不会错。所以 F8 看一下要不 OK。你先把这边切过来，好，刚刚已经程式跑到这边，好，然后 F8 cache。命令名称，我把它再重新停一下，重新再开一下哦。那这样改过哦，看一下名来源啊，它的什么枢纽分析栏位无效，若要建立，必须含有我分享名称。错好像也是错，看一下这一个部分 A1。A1 好像不对，好像好，先拿上面这部分哦，拿上面这个刚刚录制的，这个把它先复制哦，把它贴到这边来一下。哎，这样就过了哦，所以这个地方哦。假如说，我们用的是绝对的那个范围，A1 到 O10，
15哦，可能会出错了，我把它改回来哈、哦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当然你可以拿上面的来改，取得名称又错了。就是啊，主要哦还是记得哦，这个地方问卷调查、哦、这个的工作名称哈、哦，不要错误就好了哦。那可能这边就多一个这个空白了哈、哦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哈、哦、能够批次的把所有的那个，就是说包含哈、哦、我们刚刚看到里面的那个包含性别、年龄，哎，一直到假设了，我不要这么多个了，后面。可能一直到15栏，总共的话，第二栏到总共14个枢纽分析表，如果想要一次全部做完的话啊，那当然就跑个回圈，不过这难度又更高了啊。刚刚有同学会问说，如果我今天假设要把它改年龄的话，需不要重做？那、啊、其实呢，当然你如果已经录好程式之后的话啊，只要修改一些细节、一些地方，其实就 OK 了。假如说我今天呢要把刚刚的那个计算结果啊。修改变成性别的，刚刚是性别把它改年龄的话，其实呢主要改哈、哦、改两个地方，应该改几个地方，改一、二、三，你会发现这边主要会有三个这个栏位名称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地方哦把它做变更，哎，它就可以帮你改成。就是哈、哦，去针对什么呢？针对那个性别改成年龄 ，OK， 那你就不需要重新录制了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哦，它可以自动全部跑出来的话，那你就需要什么跑个回圈去变更它，但难度相对的比较高了。所以我这边的话，大概先把它改完，然后我跟各位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细节部分哦，里面一样会需要跑一个 for 回圈。那个 for 回圈的话呢，自动去抓取什么？抓取那个我们上面的栏位，从第二栏上面其实都会有我们，有的这个栏位名称。那我把它抓过来之后啊，丢到哪里呢？丢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哈、啊，这个性这个栏位的后面这个名称，把它取代掉。那、啊、基本上呢，我就可以跑出其他的部分。那、啊、如果想知道细节的话，其实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讲义里面的第83页哈，83页大概就是改了这几个地方，我大概有把它标注起来。所以第一个先跑一个 for 回圈，那这个 for 回圈的话呢，哈，就是先怎么样？先 for 刚刚是 for i 哦，现在我把它变一个变数叫 for j。我的习惯呢，如果是栏用 j 啊不栏用。追哦，列的话向下表示 for i。那如果我今天是要 for 追，为什么 for 追哈、哦？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栏位名称，我们这个地方栏位名称上面哈、哦，我要把这个拉过去一下。栏位名称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以此类推，总共到也许到15啦。啊，不过你也先不要那么大了，也许可以2到6。啊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有一个 for 追等于。2到6 ，OK。那再来的话，抓取什么？抓取我要抓取的那个名称放在哪里呢？放在前面的这个变数。那这个变数名称的话，可以自己取啦。也许我叫 FD 啊、哦，也许 Field 的缩写 FD，OK。Okay, 然后再来怎么样？新增一个工作表到最后。不过呢，哈、哦，因为未来我希望这个枢纽分析表的名称。不要叫什么工作表十几十，反正就是那个名称不要叫什么工作表。那我可以怎么自动取得那个名称，把它重新命名的话，那这个地方可以多学一个叫点 name。工作表的名称叫做我现在的那个栏位名称，比如说叫性别，多增加一个，然后底下做一样的事情。那并且把这个 field 哈、哦，有好像后面有三个地方，把它改写一下，就可以达到自动化的目的。OK， 所以这部分的话哈，请各位也许哈先试一下，那个难度比较高了，所以我大概把它改完给各位看一下，跑一下，那就是跟像刚刚一样，我刚刚是有甚至把第二栏到第15栏全部跑完，它就全部一次就全部做完了哦。那这个难度其实哈相对的比较高一些些，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哦。各位可以看啊，那最后呢，如果你要在你的工作表里面产生一个按钮哈，那这个按钮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哈直接去执行。那个我们写好的那个
就是聚集或 sub 哈、哦。那你可以在插入这边有个按钮，你可以去拖拉它，然后并且哈、哦、找到像我这边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枢纽自动化 ，OK， 然后把它复把这个名称指定给它了，并且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按钮上面的名称哈、哦、也把它改一下，贴上就可以了，或者直接重打一下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按一下这个按钮哈，我先把旧的先删掉了哈，按下它，那我刚刚就是 for j 等于第二栏，特别重要，第二栏它会先抓到这个储存格，性别、年龄、教育程度、职业跟月收，假设我今天跑二到六就好了，我不要跑太多哈。那它的流程就是这样，先帮我抓到这个栏的名称。并且呢，新增一个工作表到最后，然后呢，名称重新命名叫性别，然后把那个枢纽分析表放上去，好，然后呢，哎，就换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所以我们来试给各位看，这边按下去，执行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它就会什么呢？性别，哎，自动帮我产生，年龄自动又产生，那我一律都放在 A1 啊，所以你会发现这地方的话，一个一个呢就全部跑完。啊，当然呢，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的话啊。未来你可以怎么样针对这个程式哦，假设我把它删掉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，再把那个回圈哦 for 虽等于2到6，那如果你觉得想要把你好像到第 O 吧， O 好像到15的样子，我印象中哦，如果你要全部跑完的话，只要把回圈范围改一下，再重新执行一下，你会发现哦，它后面的全部都也一气呵成全部跑完。它、其实就是改我刚刚讲义里面讲的、哦、就是在讲义里面的第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枢纽自动化、哦、第82页、哦、里面83页这个程式里面大概就改这几个地方、哦、只要你录制的程式刚刚改完了，然后并且加上一个回圈、哦啊、基本上呢就可以跑出我们要的结果、哦、不过难度是比较高一些些、啊、如果说因为这个可能讲下去的话又更难了，所以这个部分哈、哦，有兴趣同学呢，你可以试着参考83页部分。那如果实在是程式都改了，然后还是有问题的话，那你请各位哈、哦、参考云端上面有个 GG.GG 嘛，有个 Pivot Table， 上面有完成的程式嘛，那你可以把它拿下来哈、哦，试着跑跑看哦。OK， 那这样的话呢，可以达到这个所谓的一键完成哦。这个枢纽自动化的目的 ，OK， 好、哦，那接下来待会哈、哦，因为所剩的时间哈、哦，我们还是要分别啊。其实上我是希望把这些，甚至怎么样，可以把所有的枢纽分析表，不是分成个别的工作表，而是干脆把它放在同一个工作表算了，有没有 ？A1， 然后一直往下放，一直往下放，哎，可以，其实当然也可以放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，我、哦、只是说那个细节，我想。有点难度了、哦、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、哦、可以再延伸自己再练习看看，那待会的话、哦、我们就是再把剩下的部分、哦、再把它完成一个所谓的图表部分 OK、哦、那我们这个图表我希望、哦、做出来的结果、哦、类似长得像我们这边看到的结果、哦、我希望呢这个图表里面的统计什么统计那个年龄、哦、跟那个就是杂志之间的关联性，那、啊、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来看。我要请各位试着把刚刚的那个就是枢纽自动化部分哦，试试看哦。